这下面的位置是2毫米这样的。嗯。有点紧，紧得了，这距离行了。嗯。然后，这是感应到产品上拍吗？这样吗？试试呗。你那个没？有墨粉，有墨粉，没。那个看到，哎，时间到了。我就一片。有时间到了啊！你用那电子说明书要一下。嗯。那我再没电。啊。妈的，这个吃的死的。快点。等下，我先给你试一下，试一下看，我出来再。你那打个没你们出来吧？没出来。对啊，你们说要把打个出来吧，这狗出来就行了。等一下。然后把它。OK。OK。嗯，得喷到前面，不然我把位置再调一下。啊，就在前面，然后再往这边来一点。嗯，来，可以说了吧？这距离可比较高，这个上面还可以调的，那。